无级别逍遥江湖啊，109级的无级别号，来自于珍宝阁，八技能善恶，法术抵抗，高级鬼魂都是垃圾兽诀，用强力和高防，一本强力干掉毒，抵抗反击，精准定位打出。如果说的准了，兄弟们给我点鼓励，公屏666扣起来，不用扣了。把三本最危险的书啊，也是最容易掉抵抗的书啊，毒的书先拍一拍啊，毒掉了啊，下本书夜战的话摊牌了，不装了，有点针对善恶。下本书直接打高币，一本必杀，一发入魂，前面掉低敏，后面掉鬼魂和啊法术抵抗。掉的前排技能，敏捷没掉，三个没掉啊，强力掉了。哥，夜战往后推，夜战往后推，夜战往后推，鬼魂掉，兄弟们啊！但是我说了，法术抵抗没掉就得一直打，动别动，别动，反击别动，反击别动，直接覆盖啊！法术抵抗，反击没了，好不好？防御掉了，打出现在正进入状态，行云流水。我防御都不上了，现在直接上高吸垫抵抗，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忍了啊！带偷袭套，夜战擅推，反击掉，夜战不动，抵抗掉，夜战前推了啊，求反击掉，后排没有啥波澜，必杀敏捷还在，啊，敏捷掉了，卧槽，全红了，这他妈的太恶心了，兄弟，这个有法术抵抗还得继续啊，反击要没动可傻逼了。吸血掉了啊，吸血掉的挺好的，本来不想追，哎呀烦死了啊，眼睛没了，好，掉了抵抗就能用，妈的防御呢啊，防御还在，必杀没了，吓死人了。我他妈的这都行，这都行，强力没动，我以为法术抵抗掉了，结果是跳了啊！一分钱一分货，高币循环干法术抵抗，反击掉了啊！老板，这他妈的太恶心了，这太恶心，这他妈太欺负人了啊！要太阳不要眼睛了，对，不要眼睛了，没事啊，前排稳，妈买皮，老板现在没哭，还没到哭的时候，第二个技能不漏，强力又是眼睛，又是眼睛，真他妈黑暗啊！啊，漏着下排第一个，没事儿啊。前排技能善恶一定在啊，后排技能高神还在不在？你妈呀！这种情况下就兄弟们不用问，就是干。高神明思，强力还在不在？强力还在，法术抵抗就在，吸血也在啊。恶心，防御没了吧？漏夜战行吗？这夜战替三哥挡了好几刀了，摊牌了，不装了。哎呀，我他妈的，给网页撂下狠话了，我都说话了，那肯定不能让你循环了，出结果了，高币掉了，没事儿，一发入魂，冲！神又没了啊。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啊，有机会了！我说下本书开始我花钱，结果他妈的成了啊！摊牌了，不装了，八技能全红善恶，完美技能。